为深高看世界，看见新深高，嘴子面顶的深高。闪啦！这几年来，深高村名声真响亮，吸引真侪来观光的、来种田的、来做研究的人，为全世界各地来到这个小庄头，迄就真奇怪，深高村哪会这么迷人？大米当然知影原因啊，因为这个所在民风淳朴，环境优美，在地人热情又大方，有人想要来这学做田，想要做伙照顾这块美丽的土地，许多人拢真愿意噶。所以哦，有心要让咱农村甲农业好好啊保留落来，对于真侪外地人来讲，当然是感觉这是一个真值得学习的好所在。俗语讲，做田爱有好田地，娶某爱有好娘嘞。深高村这个好田地，毕竟是先祖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。随着时代演变，庄头的地形甲生产的作物拢有真大的变化。今仔日咱继续来听深高村的许多人讲过，互咱知影搁较侪这个农村的心事。一开始先来请教陈英昌阿公，伊是民国30年出世的。回想当年的产地有真多拢是正甘蔗，像讲三官宫附近都有真出名的蔗婆啊，也都是甘蔗糖制作工厂，可见当时甘蔗的产量真大。因为深高当年的地形关关格格起起伏伏，各有一条深高梁，所以自然的水路造成农民都会伫咧较悬、较大水的所在来种甘蔗。不离哥，为什么豆豆啊豆豆啊会变成拢种水稻嘞？请陈阿公甲咱分析原因。啊，尾啊，就是讲较注重这个粮食咯，较注重米，哦，这切个啥，较注重这粮食这个。嗯。啊，在迄个在哪开困啊，哪开困啊嘞？啊，变讲咱家己去想办法，想讲要引这个水，啊是安那引安那引引，一旦引到咱仓库啊呢，哎，啊，拢啊想办法去用。嗯哼。伊两个就算讲。咱的地形改良吼，第一次是开垦，啊，过一个改良，啊，过第三次的，第三次的。总共有过三摆的土地改良。嘿嘿，土地改良啊，迄阵做改良，唔是讲咱的政府甲咱改良，唔是啦，是咱家己农的农民的家己想办法。啊，我田区遮无好，食水遮无方便，我是安那想办法来处理就。伊改良，我即摆在讲的改良，唔是像咱从化讲安尼，啊，一两年啊都拢从化，唔是啦。我佮讲迄段时间差不多咧。迄个七八年啊之间啊呢，啊伫改良，哦啊过来，就像讲改良好，伊即嘛会写动着讲，啊你无安尼写做者，哦啊过一个过落来就想讲，变讲农民就变讲哪进步哪进步，智慧哪好，嗯，哦啊想讲搁较办法，咱讲搁提高咱的生产的产量啊呢，啊家己产区再慢慢啊搁改搁改啊，嗯，啊过落来第二届就阮甲阮也要接，阮也要做。诶，迄当阵啊，迄个差不多拢伫十八九岁啊，阵啊。哦，尾啊，到第三届改良诶，就甲以前第一届、第二届诶改良，就真差真侪啊。因为迄当阵就啥，大部分就是讲，咱诶产区拢要分啊，较大区。嗯哼。本来四十区啊，囝俩。本来一区是差不多有诶是两三平啊嘛，有一区啦。嘿，两三平啊是大概偌大？上细上细区是像咱这厝安尼尔咧。哦，那有哎，都是苦惨啊，都是苦惨。啊，恁真的有乱吼，那无精力，无改良，真乱啦，真乱哦。哎啦，真乱啦。你那阵啊，像咱细细区啊，这机械啦，啊，像咱那牛啊，创牛操作袂当落，就创人工，创地头骨啦，落去变落去骨，甲变个土变骨，变骨也变个无差安尼来保留啊。迄个上细区的，就是创人工落去做。听起来，伫咧土地改良进程，深高村会当种的作物真侪种呢。阁有听讲，咱的芋仔嘛真出名，这敢真呢？那讲到深高的芋仔，去到深田底，大家拢爱了，对吧？真的哦。嘿，深高的芋仔是上好食的芋仔，伊地下水，啊，伊甲热天介咧，差不多四月、五月遐、六七月遐吼，伊保持迄个温度伫哩，迄个水的温度。未烧，高地未发烧起来，芋仔嘛未去互烂去，啊，拄好芋仔迄个球形，甲咧松啊。哦，安尼大家哪会放弃去？大部分总放弃，就是农地重化以后，全部在那放弃。嗯，伊都无，迄个所在都无啊，哎呀，无迄个用钱啊。
地形拢破坏去啊！地形拢坏去啊，拢破坏去啊！嗯，哦，这一部分就是讲，伊个地形破坏，甲咱个用钱减少去，啊，有一部分就是咱俩去疏开疏准，哦，伊变讲落基了。嗯，哦，这个一部分，啊，过一部分嘛是咱农民伊个需求是讲，后个村个都在讲，村区要创个大楼区啊，较好管理啦，较好管理啊，那个。嗯，哦，啊，无遐高高低低啊，伊都关咧，都拢创机械，你机械真紧啊，机械你都，啊，即家底开几十万啊，哦，啊，都拢创机械来，佮推推推的，遐用尘机所在拢佮吞起来啊，吞平去啊，嗯，啊，吞平去，唔知佮像怎么即个地形，即个产的地形即种。嗯，吞平了后，就是即马最惨的风景，望出去拢是惨。无讲咱唔知，原来深沟的地形变化这么大。所以来搁听郑阿雕阿公，伊嘛回想一寡伊少年时代的日子，敢嘛是做田，或者是讲蛮捌种过甘蔗嘞。有啊，拢做田啊。嗯。伊当时我阿无三万，去打米菜，清水湖啊去，打米菜放食。伊当时无车，无火车，无啥，无啥送，哎，拢咱当去哦，遐顶管遐人食。嗯哼。全米啦。啊，个菜安尼啦，伊无煮饭个，但去啊，吓，那伊拢按单去单去啊，用。伊当时无车无啥，无车通送，拢啊当人搭，送个双人皮啊去。哦，双人皮啦，双人皮。伊啊真危险，搭去啊真危险。我嘛去搭电，捌去搭几年，搭电去换那拍树啊去，真危险咯。啊，往回吼，啊，夹八点钟。啊，那迄个电爱搭。你山地，哎，当时无米啊，搭去，较早无车通，搭载落来。哦啊！阮咧当咧一批看偌济钱，看要安尼一百批看要三十块啊，二十块安尼担安尼，吼恁起个人破边边啦，人行边边哦，安去担落。你山顶起哩啊？哎，落来吼，落来边有只穿衣，嗯，啊起哩拢穿赤脚呢，安尼起，哎，欠嘛。嘿，点一个下穿海去。有啦，欠嘛，要修啊，真的。其实大米搬来宜兰的第一年，就伫田边熟菜田阿雕阿公啊，近摆看到伊哦，拢是真骨力的种田、种菜、搁种蛤蟆豆。唔知影以前一开始伊种田是种偌济咧？上头下当时啊，种七，差不多种八九分地，尾下再搁往米、往米、米两高啊。安尼哦，啊一开始拢是种田，还是讲搁种甘蔗，还是啥？无啊，拢无。我拢爆田才爆落去啊，爆田较济啦。种菜较少诶，田薄薄诶啊，稻啊甲割，种几趟萝卜，也割，当时啊种几趟割，啊割割十割一十外工，啊割十外工，啊到尾就较看话，尾啊就第一趟都换桶无，难免换盐津同家己许免萝卜咧，啊较早无两个人萝卜啊，我去遐咧，就个萝卜，种几啊项咧，伊安尼政府那变几啊项，安尼爱较看话呢。我那嘛是有听讲，咱就几啊十年前，咱深沟遮种甘蔗嘛真济，所以嘛拢有迄个甘蔗，种白甘蔗。白甘蔗。诶，迄日本时代即蔗铺，日本诶，迄种日本诶爱刻甘蔗，有遮捌种。以前种田真歹趁，设备嘛无即马进步啊，比如讲晒秸啊，迄当阵无防水诶篷布用来晒秸啊，安尼要用啥物来晒秸啊咧？太无钱啦，几百块尔，那你当时赚百外块尔，当时真无钱啦。啊，通经费一百摆给伊掠嘞，摆给伊掠嘞。嗯。啊，就啊打啊，农会嘛是，农会哦，咩安尼拖去哦，叫你拖倒转，拖无大啊无水，要甲恁嘛拖千外斤，拖到要拖出来。啊。伊当时啊，唔是安怎拖嘞？拖伊当时拖嘞，啊慢慢揭拍较大，啊拍一两下地，当时阮老母啊。我去挂掉，我老母就拍个切，拍草万五只万斤，啊，就那白，啊，怎啊好来，暗时啊，拢爱白倒起来才砍。伊当时嘛，创草砍无，伊当时无布棒，较早也无发达啦，对无？啊，敢会弹嘛？是应该会弹啊。没啦，草砍就话没啦，爱要砍，就做挂断的，就做砍。其实咯，嘛听过讲，深沟有一段时间真流行种香菇。原来哦，就是伫咱李长伯啊、张十一因家啦，伫咧四十年前捌种过哦。一过咱家里头，种个香菇个吼，常用啦，啊，咱讲香菇啦，常用。
应该听讲是讲法国种的吼，啊，咱台湾都咧种，伊法国就倒啊。咱台湾咧，咱工地一工50块尔，落尾咱种了50块，搁起到300块，啊，差嘛去低。啊，比讲韩国伊工资比咱较低，我咱叫韩国倒。咱这几啊年才无种，啊，到尾都咱消费处理啊，都韩国决定咱国家伊国较低啊，对。伊工资较低来讲，商品就较低啊，啊，较低咱就输人个。啊，才收起来。李长伯也讲哦，细汉的时牵牛吃草，有一个所在，大家拢真惊，无啥敢去的所在。也有一个吼，一路一路啊，一路安尼啦。伫做伫高做迄一帮啊，太喜欢了。因个我那拢都要太难啦，啊，咱小大因为死拢都带伫伊啊。哦。伊都老完带死的都拢甲带伫伊啊，因个高做喜欢阿婆。哦，喜欢阿婆。都对，迄个。到咱对面较关注个，也差不多。你讲加水站，火车附近，哎，一条溪吼，啊边啊，听直播啊，啊，到尾拢，阮拢牵牛遐食草啊。吓，会惊。哎，较常话较无，点点点。拢牵牛遐食草。哎，我一路啊，一路啊，咧跳跳。你细汉遐牵牛哈，牵到几岁？我牵到真少，牵到十外岁啊。哇，咱过去，你记咧，就话厝外边，你知影？石头。你常咧讲，拢无淡仔家，拢发臭，我拢，应该嘛无什么臭，拢爱挂啦。嘿。啊，就是拢牵出去哦。伊甲条厝外无一条溪无，迄条较大条，应该讲就叫做乌桥头。有牵到遐吼，食到遐都落去过去。过过过条倒转来，啊，甲即个哦，做农场即个有啊。哦，即摆要记迄个店，遐无碰位，即个无一条。碰门啊！对对，这里嘛在咧困，嘛在炒，啊，加遐够牛过去，好，啊牛哦，无啥走啊，啊嘛是巴肚遐骨甲袂掉。听到喜欢阿宝这种的传说，感觉是恐怖片，又唔过后壁变成是看牛过夜，马上又个变喜剧啊。所以来83岁洪娇阿妈嘛是真够种菜种田，不过咱宜兰的天气无乖，对农民的考验真大。阿妈哦，嘛是常常头壳冒冷烧。因为真爱暖冬。暖冬哦。嘿啊，一季一冬真爱暖嘞。雨水多，意思啦。雨水多，还佫真爱安尼出月哦。嗯。除非拢爱出月，哦，迄若出月就烦恼死。嗯。安尼。见无好，就去刮刮刮。这内面哦，阮在伫遐遐，永过迄内面种看，阮迄内面真好势种看。即摆若迄晒过过遐，就紧咧甲拨拨入来，安尼甲倒倒啊，刮大堆，啊铺板安尼来行咧。哦。要无会发烧啊。哦。嘿，啊即摆若啊即摆迄拄定就是，迄落后尾刮起来，较爱下些。见无好，就爱紧紧联络，去紧好去吹风安尼，啊，晒较少，较薄一下呢。嗯嗯嗯。啊，迄用过啊，迄真艰苦啊，但卖出去足好。哦。哈哈哈！要讲深沟的历史，做生意的人基地，甲做餐人的基地，应该无啥共款。伫咧深沟五七路口开永庆干妈店的张秀伟，62岁的少年阿公，对老深沟的基地真深哦。我所记的内底吼，迄句话还阁足浓哦，很落很落后啦，很落伍啦，就是讲古早迄个生活吼。迄句话路，包括讲咱家所有家的路都没有柏油路哦，没古拢阿没柏油路。差不多有柏油路的时候，应该是在民国差不多七十年左右。我那家在那个柏油路，哦，一个路弄啊石头啊路，然后所有这路啦，拢石头路，而且路够足细条，无像即摆遮大条。就是讲咱深沟古侪做深沟路尔尔，无分做讲上深路啦，什么深圳路啦，所有这弄做深沟路。哦、你讲弯弯曲曲上，拢总叫做深沟咯。尾啊，重划了，重划了以后才有分。啊，无一句咱叫啊深沟咯，啊几号几号。所以咱这人哦，你讲外地来的人要来我们这里问说啊，你的住址现在您到底深沟几号？深沟咯几号几号？无人知影。深沟咯无人，迄落几号无人知影讲啊，迄落人唔知影。但你若甲咱这人问讲什么人，什么人住在哪里，我拢知影。啊，您到是土地贵哦，我都唔知。以我的故来讲哈，我们那个生活国小，每一个班级差不多60个人左右。像我们那一届哦，我们那一届的话有2班，百二个，120个超过，超过120个。
我们深沟村算起来是蛮，那时候是蛮风光的啊，国小哈，啊，那景观我们这里有会茶桃，以我那时候的记忆，我是不知道有这个，你知道跟我叫会茶，因为五会茶桃日本统治的时候了，应该啦，这个有捌看的，差不多几百回才有捌看过。当初的时候，我们店是开在深沟国小的对面，后来我爸爸再把它迁到这个十字路口这里来。我爸爸他们讲的，那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哈、哦，没有商店，没有碾米厂。那时候日本统治的时候，那有导人做了几本兵哈、哦，啊家有那个撞球间、吐口间啊，撞球这里就是撞球间哈、哦，啊个理发有一个理发的剃头的，啊个对面有一排厝。那时候更早碾米厂是在那一边，不是在这里，建户的碾米厂。建户碾米厂。哦，就是讲，咱也做要小政府碾米厂，高工牛，哎，高工牛，迄就从对面遐，哦，啊，尾啊，再因家，因家了，迄边都较，迄边都无去啊。你过遐，咱这条路吼，啥位上济呢？德位上济，满德去哇，等等诶，迄上济。哎，看嘞吼，你若到暗时啊，比如说我们在像现在那个冬天的话，差不多五点多就暗啊嘛吼。啊！啲路安尼行吼，啊，他产生做啊，奇怪，你真个，真恐怖，真恐怖！我咧即摆我还有贵，较早人我还贵点要出来啊！我那个地位话咧，唔然那个古早要奇怪啊！卖个个人吓惊啦！过来讲一寡青高五七路口的故事啦。大家今麦拢敢那知影，这是永庆干妈店，还有美红厨房甲小煎蔬菜。咱科学家林芳仪这个时阵提出一张七十年前的旧地图，给张老板看，请教伊以前的五车路口，敢嘛是开店做生意的所在？那是张老板的阿公迄个年代的代志哦。迄个家应该是迄个撞球，撞球间，嘿，撞球间。因为古安那吼，迄古都。欸，你要去战争嘛，啊，所以家拢带一块兵啊。也许我唔知啊，但是就我爸爸那时候刚来的时候，他也经营过一段时间，我来做了撞球间。我爸爸嘛是一间两，共有三间，也讲东墙这里附近才有三间撞球间，对面迄、那个各加两间。啊，恁家真正拿西门町嘞，拢是娱乐的所在嘛，对不？较早家是迄个撞吐球的。这一真老的才知影啦，因为我连我都唔知啊，那是我爸爸咧讲，因为我那讲的是吼，伊过去卖啥，就是开始做生意啊，啊，就是用这个名。永庆。嘿，我那讲，啊，则我老爸，啊，则我安尼，啊，我讲我那讲，伊过日本时代啦，伊过即早都我那讲百几岁，啊，伊过伊咧卖啥，人讲叫伊讲做咧卖面线，家己做面线咧卖，啊，伊过佫做一寡了，伊过也无啥物资啊，吼，家己做面线嘛，吼。我来讲是做面线，啊个头做酒啦，头做酒，老。这个干妈店头家，你讲话实在真趣味，竟然阁出卖你阿公头做酒的代志。说了来，要来听李光平老师为咱介绍深沟地形的由来。咱较早无步行，吼，啊较早嘛无大桥，即马有南洋大桥，有迄个滨海公路的大桥，甚至即马有迄个葫芦岛桥大桥。有真侪大桥通啊过，南来北往。啊，伫过去无遮个大桥的时阵，罗东这边的、花莲的、台东的要去台北，要哪过？来到罗水溪袂当过啊。伊若要过两条路，一个开钱看上有竹牌啊，通啊甲帮伊替伊过来。吼、哦，啊钱予人嘛吼、哦，但是较早人足俭的，钱足少的，所以袂堪要出钱，袂堪要行路，加行一工外紧。所以伊就安尼行，坐起来顶头吼，较浅的所在才有法度过溪嘛。所以，若要绕过南洋溪，拢是起来甲葫芦岛大桥这个附近才走才来绕过溪。啊，绕过溪直直破过来，是不是？都破来甲深沟这个所在。啊，这站遮都下学后遮，咱的深沟下学后遮，迄站水特别较深，袂当过。啊，袂当过，啊，就大家就安尼喊。啊，迄站较深啦，遐袂当过。嗯。迄、那个沟迄站遐较深。哦，啊，要搭过，伫顶头深沟梁啊，有一个梁啊，较悬。哦，伫深沟梁啊遐过，毋过爱爬较远。啊，若因为咱既然咧较要往北行，为往惠好的方向行，就是较近。啊，迄边遐因为水挂愈深，所以水就变作较山料，较山料桥板较好铺起就通过啊，所以遐就过溪啊，遐较好过溪啦。过溪。
嘿，过溪啊，所以我住的所在就过溪啊，巴拉乌啦，迄、那个砖头的过溪啊，迄、那个所在。一个深沟梁啊，到底伫倒位啊？梁啊，为大开始，梁啊，为迄、那个那个不是有个忠孝什么那个一贯道的那个在讲经的那个地方。道场，道场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开始上，就是开始在上坡，然后一直到最下，到台七神大，到台七神大，所以你属于讲，不是讲拢已经拢冲刷掉去啊？它不是冲刷的，它是因为早期哈，一的当在耕作的时候会把它弄成梯田，梯田就很明显，最早当然就是很自然的有一个高滩地，它是不规则的嘛。啊，因为汉人来要开垦成种植，所以他就弄成梯田，水那个灌溉比较好弄。那后来呢，因为要让机械可以好耕作，所以他把那个梯田哦，把它拉远了。因为农地重划的时候，一农用给吞开的来，给丢开很，啊，所以他现在一阶一阶之间呢，那个高度落差就不会很大，所以你就没有那么明显感觉到那个是有一个垄高的地方。他们讲的那个口啊，哎，那叫什么水口啊？水口啊有吗？你提到水口，我就讲哈、哦，我后来去翻很多的资料，才发现深沟最早就叫口啊拿。哦。因为深沟地区汉人还没来之前呢，是尤其是在吉外那一带的地方，几乎都是被那个台湾赤羊占据的，所以一整片都是水口啊。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，还没有深沟这个名称的时候，就叫这个地区叫做可安拿。后来开始开拓之后，把这些水口啊也都砍掉了，那变成种花生啊，种地瓜了哈。那之后水口啊就越来越少，就不见了。那再加上南来北往的人多，就喊出了深沟这样的地名出来。台湾赤羊，我们看哈、哦，从南洋溪整个流域啊，从山上，从南山树鬼一路下来，其实都有。他都在讲到两个季节，春天、春耕啊，夏天。啊、你讲溪水拢无共，秋天。我们当时是两期稻作、嗯，所以春耕跟那个夏天割完，马上翻一翻就又继续再种、嗯，所以就是绿色、金黄色，然后。那个稻草颜色、啊、稻草颜色之后翻了土之后是水、嗯、啊，都是一片都是水，水的季节其实不会很长、嗯、就是你看到整个都是水其实就那么几天、嗯、然后马上就插秧了，插秧之后大概两个礼拜就看到又都是绿色的、嗯、不像现在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看的都是水田。听李光平老师形容过去的深沟一年四季有这么美丽色水的变化，未输国外农村的明信片里面的风景同款。不知道这款的景色还有机会再恢复回来，深沟的故事听不完，后一集再会。